到你啦。好，睇我摘到咩先。哇，五一二三四五，哈！東京發達啦，買埋佢先。哇，個黃金地段都俾你買埋，估唔到你做主播叻，連投資都一手喎。冇錯啦，嗱，投資啊同玩大富翁一樣，一定要把握呢個黃金時間，早著先機，快人一步，自然就可以運籌帷幄。咁講啫，香港啲樓咁貴，點揀啊？嗱，咁咧就要睇下你嘅眼光啦。咁啊，我咧就會選擇呢一個日本不動產。咁但係隔住個海喎，點賣啊？嗱，其實咧就最重要係揾一間可靠專業嘅中介公司，而佢哋嘅服務咧夠專業細心，由你去出價、睇盤、簽約，甚至乎係租務代管都一條龍服務，咁我就可以放心去處理其他事務啦。咁好，仲有咩揀呢？嗱，除咗話東京我買咗之外咧，仲有大阪、京都同埋名古屋，所以投資要把握黃金時間，機會就喺眼前。